你吃吗？我不吃了，你吃吗？你嫌弃我？嗯。好凉啊。好吃吧？挺好吃的。我实验室还有点事，你要不先回去吧。哦，那我先回画室了。好啊。我走啦。以后别再来找他了。我是过来找你的。这是华清的一个年轻团队，刚在机器人大赛上获得了冠军，就被红光的人盯上了。你啊，跟他们接触一下，跟他们聊聊。您是想把他们都挖过来？他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知道红光在做什么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啊还有一份文件，也许能够帮上你的忙。谢谢你们看得起我，不过我只是个学生，目前没有跟任何公司合作的打算。不是跟我们合作，是让你跟红光合作。你们想让我去红光偷资料？没想到你们这些人为了赚钱什么事情都做了出来。我还是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。我们之间也没必要聊了，违法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。你还是不要再自讨没趣了吧。你看完这个再决定吧。这身体啊，叫你多出去走走偏不去，非要闷在屋子里。这一走动吧，脑子里全是想法，看看书反而能让我安静一会儿。违法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，你还是不要再自讨没趣了吧。你看完这个再决定吧。我们已经查出当时陷害你父亲的人是谁了。思月来啦。嗯。学校什么课呀？已经上完了。对。说这回你又拿了奖，做得不错。不是您教的好吗？来喝水。对不起了吧。你惹什么事儿了？我是觉得我之前让你们担心了。知道，你一直都是一个很优秀、很乖的孩子。我们从不担心你会做错什么事，有什么事情，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，不用顾虑。那如果是那件事情，需要去牺牲一些东西呢？有舍才有得，不是吗？如果不是这次出事，我还不知道。我们家也可以很幸福。
记住爸爸的话，不管什么事情，只要你自己想清楚了就可以了。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，希望我儿子也不要有遗憾。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会的。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你能不能用点心？啊！有钱真好啊，连真相都能买到。不过我还是拒绝。你现在不会做，不代表你以后不会做。他现在爱你的干净和清高，总有一天你也会为现实低头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觉得他还会爱你？我和你可不是同一类人。当当。哈。父母呢？嗯。鞋子送到了。我先走了。哎，那你着急干嘛？嗯。看看啊。不错，还挺有眼光的。那是，也不看看谁买的。嗯。你怎么给我转这么多啊？那是当然的呀，我可不能让你吃亏啊。那算了，我不能要。哎，我最近有钱了，这次稿费我结了4000块呢。嗯，我觉得赚钱挺容易的。这样，以后你待在家里，我出去赚钱养你。你看你最近这么忙，我都心疼。看把你嘚瑟的，赚这么点钱就知足了。4000块也不少了。而且我靠我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，既没有坑蒙拐骗，也没有向现实妥协。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嗯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变坏了，变得是非不分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你怎么会这么问啊？你心情不好吗？没有啊。那是因为比赛？不是。实验？我先问你的问题，你先回答我。你可要保持初心啊，我没有办法想象你变坏是什么样子的。嗯。